可知道了你之后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。一不经不小心突然大风，是谁的书啊？你遇见一个一个亲爱的地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，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明白，那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才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偷偷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明白，创作也能够那么高端，没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。可知道了你就在离开，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出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个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流行的模样，都应该练练书法，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要是能重来，我们是一般，后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才。要是能重来，我们是一般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，都懂女孩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写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被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，要是能重，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写李白，后几百年前做的好坏，没那么多人才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写李白，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。要是能重来，我要学李白，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，没那么多人崇拜。要是能重来 ，Thank you， 对。